购买 Unity Split 许可证之后的下一步是购买 Unity Split 合约。在本视频中，我们将展示如何用 Ultima 硬币购买 Unity Split 合约。首先，登录 DeFiU 网站。进入网站后，将默认打开 Unity Split 操作版。您可以通过点击推荐链接下方右上角相应的按钮，在操作版之间进行切换。将页面向下滑动，您就可以看到可供购买的产品列表。要购买 Split 合约，请转到 Unity Split Contracts 选项卡上，选择一个合适的合约，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选择付款方式的窗口将弹出，请选择 Ultima， 选中付选框，确认您接受条款，并点击 Purchase 购买按钮。之后打开的窗口中将显示需要支付的 Ultima 金额以及需要转账的地址。该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，以便用户用手机软件进行付款。请将所需金额发送到指定的地址进行付款。请注意，发送的金额要与屏幕上显示的金额一致。请等待付款成功的通知。好，你已经成功购买了 Split 合约。付款后，您会发现您操作板中 Split License Usage 小部件上的数值已经更改。已经购买的合约也将在 My Contracts 部分中显示。如果您还有问题，请联系我们的客服，我们将为您提供需要的帮助。祝您一切顺利。